90分以上，我们就给他们有这个葱油饼的奖励，因为要葱有四个小时，我们到小朋友在全国的各个地方，那他需要我们不断的鼓励，他一定可以表现得更好，所以透过这个葱油饼的鼓励，让成绩不错的小朋友能够继续努力，成绩比较需要再接再厉的有一个目标，可以在期末考的时候来得到90分，来领到聪明饼，那这个葱也跟要葱的葱一样，所以呢，彰化要葱，选要葱。 现在可以来，这个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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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有，还